好，你往下走，然后任务往下走，你会找到我们这里有没有字型？那标准字型应该都还好了哈，比较没有什么太大问题。但是呢，我这里给各位看一个，书到这个，其实里面有好几个，我们点进来，有些同学也许有看过了哈，也有上过课的，我介绍过这里。那我往下走，我要介绍的是这一个全字库。全字库这个其实是蛮不错的方式哈，因为呢，你在这里，它本来不是用来做什么，不是用来给我们当字型用的啦。它本来是我们姓名里面有没有很多的所谓的特殊字，或者自己创造的字啊？那这种字的话，像我们学校电脑系统就读不出来，或者户政系统都读不出来，那这样是很麻烦。所以它本来全字库是要用来做这个。那你往下走啊，有一个比较方便找的在这里，这个你找右边这个哈，点进去，你只要把你要的字打进去就好了。比如说我们要找凛冬的凛，有没有很多跑出来的？因为你要特殊字，通常不需要全部的嘛，我只要几个字而已啊。所以你要做设计的时候，你可以找他，你看王洵的。有没有苏轼的？很多人写的《赵孟頫》也认识嘛？点进去，有没有跑到这个全字库这里来了？我们刚刚利用那个网站，只是方便你找而已，哦，比你进全字库个别去找来得快。所以你点进来之后，你稍微看一下，有看到 PNG、EPS、WMF 吧？请问 PNG 是什么？是不是点阵图 ？EPS、WMF 是什么？向量的。所以放大缩小不失真，这样不是更好吗？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在设计的时候，这个字是不是又可以拿来用的？那因为是公家机关嘛，所以这个授权声明你可以看一下，它有告诉你说你可以做的那个声明的使用的方式，有没有以无偿或非专属授权方式，你可以在不同的不限时间地域重置或编辑公开传出，这样还不好吗？很不错吧？所以其实以前也有一个字体啦，叫做什么二南唐法帖，它并不是真正字体，而是什么去把那个以前人写的那个字把它拓印下来，不是在刻在石碑上吗？把它拓印下来，然后变成一个一个字，然后你可以翻书去查，好，那就类似那样的概念啦，只是这个把它数位化而已，好，把它数位化，所以你可以透过这个你来试看看，这是第一个。那第二个呢？这个小软体不用安装的。如果你觉得你也想变名家的话，你就来用这个。好，那你可以点下来，一下就下载下来，不到一 mega 有没有？那你可以把它解压缩之后就能够执行了，在这里解压缩至此就好了。好，你看我们在上面这里点开执行，它会有给你两个视窗，你要在 A 要在 B 写都没有关系。好，这两个都可以写。那么比如说，我们你要写龙啦，还是说，因为我字不好看嘛，哈，所以我们就随便写一个啊，永字八宝的永啊，都没有关系。但是如果你写这个，你敢给人家，我也是蛮佩服你的勇气啊。通常只能放在厕所前面，对不对？哈，所以呢，转换一下吧，来，有没有可以变成不同名家写的？假设你想要变粗一点的苏轼的，苏轼应该是比较粗一点的，对吧？改造一下的那笔，你可以变得比较宽度比较宽一点，有没有宽一点？对不对？那你要写草一点，不要让人家认出你的笔迹来，你可以写草一点。那笔脉就是那个转折会比较清楚，好，转折比较清楚。那另外呢，什么是连绵？我那种单一改锤，会砍死。对吧？那脆软也看细啊，你给它连绵，有没有接起来？对不对？那相对的就是所谓的什么飞白，抑扬顿挫比较没问题啊。这个好，抑扬顿挫嘛，飞白呢？哎，笔切，好吧，我现在用最大的，这样了解吗？好，所以你写好的啊，可以看看你原本写的嘛，这里原来的线条，忽然瞎了呢。结果无小心，怎变安尼？哎，我看一下这里，再来转换，有没有？这样了解的哈、哦，所以你弄好了，你就可以把它拿出来，
有没有一个叫做输出？那你可以选择一样，有两种选项。上面以上的是属于点阵的，以下是属于什么？向量的，对不对？那有没有看到 SVG？ 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原则上，如果你是要点阵的，你就用上面，就是用 PNG 啦，好，用 PNG 应该就可以了。不过呢，有一个稍微注意一下，如果你有用到非白这个部分，只能就是如果你存向量的，它会不见，好，向量的它会不见，但是点阵它会在。所以这样子设计字型的时候，有没有更多一个选择？除了你用原本的哈标准的那种字以外，其实你也可以自己创作。当然，有些人说我在这边来画画可不可以？随便你啦哈，你想要创作什么字型，青菜只要会转换就好了嘛，不是吗？那只是把一些人写的哈，帮你就是稍微帮你转换一下。你要变草书也可以啊，反正没有人认识得出来。好，那你就可以做一些不一样的那个字型的改变。好，那就给各位玩看看咯。来。